大家好，我是 PFY， 好久不见啊，各位。来，我们今天对讲一下昨天突如其来的演讲，不是演讲，抽奖的规则好了。对，昨天的在傍晚的时候，咱们的超人大大，对，就是那个表功，秒伤300万的刺客大大呢，提供了非常夸张的奖励给在场的各位观众。我这样算了一下，这样总共送出了将近。很像110万钻欸，我自己的账号都没除到这么夸张。好，那110万钻这样等于1000多万水晶欸，哇，光巨石怪至少可以买个7、8张。不行，都有这么多钻，还在买巨石怪。好，我们就不要管这些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得奖名单好了。好，那这边呢，我们先跳到 My Car 的官方储值方式。那官方的储值方式呢，有以下几种，有300块到10000块的。那我们这一次的奖品呢，有半单跟一单的。不过呢，因为我很懒得去每个账号都储值进去的话，这样每个账号都要登录，这样有点麻烦，而且如果还会有盗账号的嫌疑。那我们呢，就用更简单的方式，我直接提供 My Car 的点数。对，那半单呢，这边没有1500嘛，但是我们有750的。对，这样的话，我会提供750的两份，或是说看我有没有办法直接买到一张1500的点数？这样的话，你用买卡储值，然后再登入这个官方的储值的话，也是可以储值到半单的。对，这样半单的话是23000钻这样是23万水晶哎。好，那一单的话就比较简单了，在左下角这边呢有一个3000块的48300钻石，合计呢总共就是48万水晶啦。哎，对，那我们提供储值的方式呢，就是提供买卡。那我们接下来就会看一下各位的得奖名单吧。首先是第一个的得奖名单，对，我们的超人大大他抽了3回。好，因为第一次的关系啊，所以我们抽出的人数确实有那么一点多，不过呢单数呢就比较小一点点的。对，28个人，但是每一个人呢都是只有半单，也就是你要去买卡那边储值2次750元这样子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剩下的11位名额。好，那剩下的这11位呢，每一个人都可以领到一单的3000块的买卡。对，那买卡的地方就一样要去官方那边储。那首先呢，就先恭喜这39人啦、啊！我记得是不是有人有重复得奖？那真的是很爽。真的是很爽，真的是很爽。OK， 那我们来讲一下怎么样的领奖好了。领奖的部分呢，就比较麻烦一点点了。那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领取方式啦。我们先简单说明一下，就是即日起呢，到12月6号，对，就是本周日为止呢，请在我直播的时候呢，在你的聊天室提供您的信箱。那这边呢，我要怎么确认是你本人呢？或是说有人如果盗你的图、盗你的名字怎么办呢？对，就是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呢，所以每一位得奖人呢，我都有设定为管理员了。然后呢，你只要在那个时候，反正你的账号就一定有管理员嘛，这个是绝对不会造假的。我是昨天半夜一个一个在那边找，把你设定成管理员这样子。然后你只要提供你的信箱呢，我就会把你的管理员取消掉，就代表说，你已经登记完毕了。那接下来要讲喽，如果超过期限呢，则会取消领奖资格哦。所以要注意领奖时间哦。就是我在直播的时候，我这几天应该没意外，晚上都会开播才对。那如果在得奖期间呢，如果胡乱使用管理员之权限啊，我也会把你的得奖资格取消。对，因为丑话要先讲在面前嘛。对，所以你有得到得奖的部分的管理员，请你先手下留情啊。对，先不要做任何会影响大家观看直播的事情这样子。 OK， 好，那其实因为这是我算是我第一次抽这么大的奖品啊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式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点麻烦，不过这也是我想来想去觉得最妥当的方式。我也不会去会遇到有盗领的状况，因为毕竟你有管理员，是我当下找到你 ，OK， 好，你就是管理员这样子，你就是得奖了，所以绝对不会出现，你名字一样，可是我却没有办法辨别。原本的直播间很像是可以点选观众到观众的聊天室、观众的频道去，然后我直接登记说，你的账号注册日期啊，我可以看到。可是，对 ，YT 改版了，所以不能这样子，所以我只能用这个比较笨的方式，麻烦大家了。对，既然方便不了大家，那就只能方便我了啊，稍微麻烦一下各位了。OK， 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，我们去看一下当下抽奖的感觉，我有多开心就对了。他有什么职业吗？他是暴刺，是暴刺吧，对不对？我记得是暴刺，没错，是暴刺，没错。感觉也太嗨了吧，真的可以的。对，什么职业王牌？没有，这都不能了，就是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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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就是卡。
一次一个答案为主，对，一次一个答案为主，然后就这样，对，就这样，没了，对，没了，没了，对，我们现在时间是12:33，AM 的，准备我们35分开始啊，35分就可以开始猜，连我都可以开始猜，一次只能讲一个答案，麻烦不要超过，只要有超过那个，我都直接划掉，也不算第一个，我也不会算你的第一个，对，我也不会算你的第一个哦。不会不会，只有一分钟，每一人猜中就是五单啊。如果五人猜中呢，就是各一单。如果超过五人呢，先按照顺序，哎，先按照顺序啊。如果再怎样，再看超人怎么样，哎，再看超人怎么样，好不好？对，如果超过打超过一个字都不算哦，就是你不要打一次打两张卡，打两都没中呢，我觉得应该不太可能没中哎，我觉得不太可能没中，不太可能没有。34分了，我自己也可以猜，我也不知道答案哦。我也不知道答案了，用这个开始吗？我们就用时间好了，因为我这个时间不准。对，我自己这样可能会来不及，我自己可能会来不及。准备哦，准备哦，因为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35分啊。欸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35分。对，我这边还有30秒，34分33秒，没有完怎么办？没有完就别猜啊。没有完就别猜啊，没有完就别猜啊，没有完就别猜啊。来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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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准备哦。准备好，准备好，准备好。这边看的话，应该是还有50秒，倒数10秒钟，一人回答一次吗？没有，一人可以回答无限，但是你一次呢，只能回答一个答案，一次只能回答超过一个答案，应该是开始啊，35分了，我自己猜一下，记得如果你要猜一张卡，要全部打出来哦，全部打出来哦，对对对对对。哇，这个速度有点可怕，我觉得等一下看到爆炸，等一下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，等一下大家。继续哦，35分啊，一分钟的时间，我等一下会再看。对，我们等一下还要再检视一下到底谁猜是对，谁猜是错。我觉得我自己会打不完，我就算了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来看一下，现在时间还有几秒钟呢？我来当主持就好，我就不猜了。还有30秒的时间。哦，这个速度有一点恶心，我觉得应该大多数都全部给他猜完了啦。这个有还猜土玻璃耶？等一下，我觉得等一下可能要检索一阵子了，真的。我要看一下我的回放了。我自己不猜，我放下，我给大家，我自己刚想猜一下，但是还是算了。好，我们继续给他看一下，欸，还蛮多的，大多数的人都猜兽人英雄啊。如果打超过两张都不算，还有最后一秒钟，好，时间到，还没显示六都可以，好，过了，停，好，结束，好，那我们要开始看了，我们要开始看了，跑速卡，越野猫跑速卡，跑速卡是哪一张？等一下，我帮大家看，我先给福尔，我先交给福尔，越野猫揍，等一下哦，我看一下交易行，欸，可是要看顺序哦，顺序哦，来，稀有卡片，越野猫的跑速卡是，等一下哦。越野猫咒，好，越野猫咒，来，福尔，从那个34分跳35分的第一个瞬间开始慢慢走，不是我讲开始哦，是你看旁边的那个数字，跳35分的时候，对，好，之后的下面每一个，好，对，就是它后面显示12:35 AM 的时候，才算哦。我们看一下，我们等福尔一下。没有五，你看有几个？把它全部挑出来。对啊，把名字也记一下。对，把名字也记一下。然后我等一下，我们来检查一下哦。干！哎，干！刚刚那个速度有点恶心哎，那个速度有点屌哎，有点屌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。如果你有喜欢的话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加小铃铛。那 Discord 群已经开放了，连结就在影片下方。如果想要加入，可以跟我一起聊天或跟我一起玩的话，就欢迎进来吧。对，虽然我很少出现就是了。